感恩各位哈的爱心啊，其实我们这个团体真的很可爱，每个人缴100块，或是其他人都更多一点，但是累积起来的话，我们就再布施出去，我们有更多的爱心化为实际哈，真的很好。那各位刚刚也听到我讲，就是说自从上一次元旦那一天，师父很认真的讲那个新西游记，他确实讲得很好，那我们真的有福报哦。那同样的，对师父的尊敬，我们要表示更加的啊敬意哈、哦。所以在师父讲经之前，我请大家先起立好不好？大家起立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啊，请合掌啊。那我们用简单的方式啊起敬哦，我们先念佛哈、哦，三声阿弥陀佛，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来，请坐一下，我们现在请师父来跟我们讲经说吧。阿弥陀佛。